第二个要介绍的，那可就是我们的重点了，对吧？什么重点呢？大家都知道，什么数据在我们计算操作中是最频繁出现的呀？字符串，是不是叫叫死菌对象？那死菌对象可用于处理或格式化文本字符串，以及确定和定位字符串中字符串的一个对象。那这个怎么用呢？大家看，微软的文档就这点好，巨详细。一个变量等于又一个死个字，里边加点东西就可以了。大家这么写麻烦吗？麻烦。所以呢，这个下面写示例的时候写什么呀？直接一变量后面就直接双引号啊。对，跟 Java 是一样的，大家那是一样的。那么不用再啰嗦，演示一下了，是吧？这里边我们新创建一个文档，这里边就来上一个 JS， 上一个什么样啊？死菌。表现形式有两种，第一种叫做 YIPR， 又一个子卷 ABC， 大家这种 YIPR 等于 ABC 两种，看明白了大家 ？OK 了啊，跟 Java 用法差不多，所以呢，咱们学起来吧比较轻松一些。那重点是它里边都哪些常用的功能是吧？是我们能解决问题的。比如说第一个呢，就是我先忘一个叫做 str， 就等于，注意啊，别写成这样，懂吧？那就背了 ，abc， 行了 ，abcde 嘛是吧？写完以后，大家对于字符串这种对象，它有哪些功能来进行它操作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东西啊谁也记不住，咱得看文档去，知道了吧？在这里边呢，所有什么呀，属性里面有 constructor， 这是构造器属性，懂吧？构造器属性这属性呢咱用到不是特别多啊，所以这里边咱们挨着就讲这个属性了。而这里面有个 learn 属性，屌了吧？熟吧？这个在 Java 当中获取字符串长度用的其实是方法，在加字符串当中获取字符串长度用的是属性啊。那么这里边呢不用再啰嗦，来一个叫做document， 大家我们觉得老写这个 document 是不是很烦呢？因为名称过长，我们写起来呢容易出错，而且呢互用性差，所以老师就干件特别猛的事。什么事啊？对嘛，大家从中。然后呢，我还希望说在哪儿都用得上，这是不是很屌的呀？所以老师吧，就做一件什么呀，超级无敌，好吧？这个就是专门定的打印方法，好吧？这个 out 边 JS， 这里边呢就弄一个什么，戴克森啊 ，print ln， 这里来点。这个 document 点上一个，哟，写错了。document 点上一个叫做 write 是吧？那你得带参数啊，没问题对吧？参数是吧？这里边打一谁呀？就打一个 parent 对吧？加谁？加一个吧 ，br。大家这在不换行，我们还有不带换行。我的意思吧，写两个功能对吧？那你得加点注释啊，是吧？没问题。然后文档注释太屌了，是吧？然后这里边什么呀？就是说，打印成指定参数的打印指定参数的数据干嘛呀？到页面上，那并什么？并换行，一个复制，一个粘。哇，欧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写完以后要怎么办？一个导入嘛，是吧？这个 rep type text src 等于 out 点 js script， 欧了呀，欧了。
咱这个 print ln 是吧？这里边儿，行嘞，咱演示一下喽，这里边儿死句是吧？是不是有啊？不老师，我长度没问题，像哎，加个对象吧，加什么？对 ，run 啊，熟了，刷新，是五个字符啊，嗯，简单是吧？再接下来还有什么呢？大家我们接着来看啊，这招方法比较猛，说老师这时候怎么不讲啊？这个首先一会儿我们重点讲是吧？这里边有一个方法很多对吧？大家这个方法吧，咱不可能挨个都介绍一遍对吧？我只说一些通用的常见方法，而且这方法都有规律可循的。那什么方法呢？像这个呀，其实是有定的锚点，这个咱就不再多说了啊。这个有 big 的方法，大字体的意思，而且还有个 bold 的方法。大家这个方法呢，我觉得吧，我们一阅读就能明白什么意思。其实都是将杜撰和标签相关联的方法，叫做把 HTML 里边的 B 标签标记放在这个字符串对象的两端，就相当于是这个样子，能看懂吗？大家如果说看不懂没关系，这个有 alert 这个看着比较明显， HTML 讲什么呀？ bold 的方法，哟， bold 的方法，看着啊，一刷新，大家发现是不是在 ABC 的两端加了 B 标签？说老师有什么用啊？我跟你讲，如果这数据要写出去的话，那可就是被解析了，是加粗的吧？欧了，还有什么呢？这里面除了这方法以外，比如说叉 L 就不加了，因为加了当中已经讲过这方法，这个是获取的对应码。Concat 呢是连接字符串用的，对吧？加，best 是固定字符串用的，对吧？那个加个什么呀？加一个 TD 标记挂在两端，是吧 ？TD 标记表示是一种格式，啊，这标签是有自己格式。这个我们不再多说，放个 color 可以说一说，啥意思啊？对呀，字体颜色嘛，对吧？那么这里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是吧 ？Print ln IGR 点什么呀？放上 color， 那么什么颜色呀？大家往这看，这个方法上是不是带个参数啊？这个参数是不是一个 color 冒号子俊呢？对，应该是一个颜色，就是字符串类型的这么一个值。那么往里传一传呗，比如说叫做啊红的，是吧？够了，有吧 ？OK， 那么老师还有什么呢？这里边放再一个，就说了，看到最大小的。其实大家都知道放上啥意思吗？一点击其实就是将一个带有 color 属性的放的标签放在了该字符串两端，如同这样，明白了吧？而浏览器呢一解析这句话，是不是就把这个内容解析出来了呀？是的啊，但是这么一封装完以后呢，变成对象流程嘛，会比较简单，而不用我们省去我们写标签的动作，它已经帮我封装完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我们也可以随时封装。还有什么方法呀？什么 from 啊 ，index 啊，这个 index 索引的意思啊，这大家在 Java 都没学过。就有一个叫 link 方法，很有意思，叫什么呀？还是锚点对吧？链接，怎么叫链接呢？大家往这看 ，print ln itr 点上一个这个 link， 那这边链接谁呀？大家往这看，这里边是不是有 href 啊？是的，把这个链接完这个资源写上来 ，http 冒号双斜线3w.163.com， 刷新，大家看是六三不？是，在状态栏呢。接下来呢，像什么 replace 替换呢，是吧？这个还有什么那个 split 切割呀，就不用废话了。subtle 和 subtle 呢，这个什么呀？那是上标下标的意思。这里边就有俩方法，一个 subtle str， 一个 subtle string。subtle string 大家非常清楚的是什么东西 ？subtle str 什么呢？我们点一下，这个方法有两参数，一个叫 start， 一个 length。
乐字被中号破下来就是可选，你说你可以指长度，你可以连不指定，什么意思呢？不知道怎么办 ITR 点那个三波 STR一到三，点上一个沙波死菌一到三，大家答案结果是什么？对于这个方法而言，一是起始，三是结束，对大家包含头，对，不包含尾。所以它答案是 BC， 它是什么？一是开始，三是长度，从一开始。A B B 是一，结三个，那就是一二三，能看懂吧？哎，结三个，这就是三个里的 B C D 啊。运行一下，大家，把它保存一下，运行。我问问大家，嗯，搞定了啊。超链接 ，OK， 那这个是我们说的叫字符串里边的方法。至于说像这个 to upper case 这个吧，大家比较熟悉，我就不再说了。大家发现它有 to 子卷和 value 和 value 方法，相当于什么呀？相当于在里边是不是重新定义了方法特点啦？对的，重新定义了。那所有项都具备，实质上呢，它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这个方法内容。好了，大家站在里边呢。死菌对象呢，演示就告一段落了。死菌的基本方法演示完以后啊，那么我们准备呢多做点新功能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大家，咱要是没学过 Java 都还好，这学 Java 还是什么呀？这个歌的方法照 Java 是差了远去了呀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这老师，老师，咱能不能这个？搞点新功能呢，对这个字符串操作更方便呢，对吧？我发现这个加字符的方法不多嘞。好，这什么功能呢？是吧？